啊，再来，陈若崔议员了，主席，我们市长以及我们市府各局处首长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新任的议员陈若翠哈。那市长，您跟您的团队已经上任三周，理在一刚哈。那我想呢，外界呢其实都非常的关注您以及您的团队合作的一个表现哈。那当然要在三周之内要帮市府团队的表现来打分数，说实在的，可能太过于严格，也太过于公允哈。所以本席今天我想要利用这个非常宝贵的时间，希望请教市长，目前为止市长您对于整个团队的一个人事以及营运的基本的想法跟做法为何，待会我请您来回答哈。我想呢，市长您过去呢有这个北农这个营运的一个经验哦，但不能否认的，你现在领导的可是一个高雄市政府，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机构。我相信呢，市长呢绝对是压力非常的大。那市长应该也可以体察得出来哦，您需要不同的经营方针以及理念，以及该如何去领导这些目前在上面的这些庞大的市府团队，让大家可以每一位都可以合力发挥所长，以及改善过去呢我们讲的市政的一些缺失，开创新局，真的建立我们新政府的新政绩哦。我想这也是回应呢市民对您的期待跟支持。那我想这些呢都是要依赖我们市长以及我们在座的市府团队你们的决心还有行动哦来实践。所以今天呢，我想本席呢的发言我将针对呢三个方向哦。第一个人，第二个信，就是诚信，第三个就是德哈。这三个方向我请市长以及团队能够给予参酌回复哈。市长，我想呢这个外界呢无非呢都是拿着放大镜哈，在好好的检视您如何来营运我们高雄市政府哈。那本席呢当初也是你的竞选发言人之一，老实讲呢我也倍感压力哈。那特别关心呢您从市长就任之后的一个表现跟所有的一些新闻哈，我更加深觉责任重大，因为我们要负起市民所托付的这个监督的一个职责。好，我首先呢要诚心的提醒市长，你要深思这五句话，这五个字哦，万事人为本的道理跟重要性哈。除了您个人对于高雄发展你提出了非常多伟大的方向之外呢，您的局处首长以及呢我们公务上面的同仁，我想请问哈，是否跟你有一致的想法跟态度？因为为什么要这样问，这攸关您的领导以及能否有政绩的未来主要的一个关键。那么您当初呢也宣称了用人的一个三大原则，市长还记得吗？专业、操守跟热情。我想你也更强调呢小内阁哈，不分政党色彩啊，唯才是用。你希望呢能够组织一个政治是零分、财政是100分的一个团队。所以从您目前呢对我们市府一级局处首长的这些任命的现状来看呢，也确实我从这边来观察，诚信遵从这个准则您都一直在遵行哈。那么尤其呢您留任的我们的杨秘书长哈，为您呢也在讲哈，各家跟官家哈，这个大中冠的这个进步哈，也让前朝我知道的三位局处首长目前呢担任了副秘书长，那个让前任的政务跟事务的首长做您市长以及副市长的后盾，以及延聘多名前朝副局长担任这个升任局长一职的这些做法哦，我们都看在眼里。其实呢，不得不让人对你这个用人的这个气度哈，跟你的勇气，我真的是刮目相看哈。本席肯定这样呢，
非意识形态的治理风格。无论是谁执政，老实说，职责都不应该有所改变，因为实在也没有必要。因为呢，常常呢，每逢换的人、换的政党呢，就人事大洗牌。我想这也是耗费了我们一些公共的一些成本，影响的是我们公务人员的人心士气，还有造成恐慌，也有可能会影响未来的政府的一个实行的一个绩效。所以本席在这边呢，对于市长你展现了对原市府文官专业的信任，这一点呢，我是给予肯定的哈。但是本席也要特别的提醒我们韩市长，目前新内阁似乎还有8位局处长未征除，可不可以站起来一下？我们这8位目前未征除，暂由现任副局长代理中的这8位。来，代理的先请站起来。都有来吗？哈，是，好，请坐下哈。那我相信呢，市长你应该知道哈，本席也期待市长未来的领导以及您第二波的这个人事的一个任命，可以兼顾平衡，导正文官体制以及事务官沿用的做法，才能够顺利的去运转像高雄市政府这么巨大的一个机器哦。所以呢，本席要特别的提醒市长，那本席也希望呢，所有我们在座续任的政务事务的首长，一定要合力的来支持我们的市长的一个领导哈，发挥公务的一个精神，一起打拼哈。毕竟团队是一起的哈，我相信团队的士气以及纪律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在这里呢，也要拜托我们的杨秘书长哈，您在韩市长对外呢，在打拼经济的时候哈，人也要借重哈，你过去你伫个起建户丰富的一个经验呢，全心的好好的辅佐市长以及我们所有各局处的首长哈，推动这个市政哈，因为未来呢，市政府是一体哈，不是只有我们韩市长一个人而已哈，请您一定要记住。那么要实践呢，这个跳脱不分政党、不分颜色，任命确实就像我讲的，唯才是适用还是适用的这样的一个误解。市长待会呢，市长待会呢，我也会请您说明一下呢，下一波呢，这个有关人事任命的构想为何哈？相信呢，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议会的一些同仁哈，尬挖斜杠哈，都还不是很清楚这一点呢。我待会呢，是不是现在可以请你来说明一下哈？谢谢陈若翠议员，发自内心的叮咛，以及鼓励鞭策。我觉得市长本来心里就非常的压力非常的大，这么多的选票选民把票投给我，相信议座也是一样哈，大家都希望我们能做一些事情。这个团队，市政府我所领导的团队，就是这6个字：操守、专业、热情。但是第二跟第三项要我来选，我会把它颠倒：操守、热情、专业。我觉得人没有热情，做什么事情，那就是公就拍天了，不会有好的表现。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啊，这样子的公务系统不会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所以我很认我的认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第二，刚才议员特别要求留任的8位站起来，我一开始设计就是如此。我希望有部分的代理的未来表现非常好，直接可以征除，未必是每一位都是从外面找来的。如果说这些代理的局长本身做得这么专业又这么棒，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么一个机会一样提供给他？所以刚开始设计我就不会补满，我是希望有外面请来的学界、企业界、社会各界，以及我们自己原来市政府本部各局处的有些人可以自然的扶正，那要观察考核一段时间。第三，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团队绝对不是一个清一色的，有
前朝的，也有新进来的，也有别的市政府横向移动的，就到我们市政府来服务。我们都是一条心，想要帮高雄做出一些成绩出来。那你有的人指责我，不管是在网络上啊、群组上打电话来，我了解他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要用一些这样子？我一点都不怕，我觉得人性都善良的，大部分的人都善良，而且我们公务体系都是高不高，他素质是非常好的。什么状态之下，这样子一个团队会散掉，会乱来，就是没有希望的时候。所以清朝灭亡，举一个例子，太监就开始偷国宝，没有国家，没有希望啊，赶快偷国宝，太监呢，赶快捞啊，捞了国宝就去卖啊，因为国家没有希望。一个团队这么棒的素质，每一个都是，等于是我们国内最棒的学校毕业，最好的高普考及格，这个素质是非常棒的。当大家发现高雄市政府这个团队是往前面正面在冲的时候，整个团队会感染，这是我的信念。人性是善良的，素质是非常好的。那希望如果整个冲出来以后，为高雄市民打拼，又觉得获得很好的回响跟认同，这个团队士气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一开始的设计啊，也跟陈文硕议员报告一下，我相信我们这个团队未来会越来越好。是，所以市长您是唯才是用嘛，哈，哪一个是哈？我相信您应该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那当然呢，也请市长哈把握这个原则好吗？在您任命呢下一波用事呢，我们也希望呢所有的高雄市民，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也都非常的关心哈。好，您请坐。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呢，本席对于市长上任之后呢，招商的一个努力，还有呢这个行销高雄的这样的一个积极呢，其实我们议会同仁呢都是相当的肯定哦。尤其呢在财政困难、不花公帑一毛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可以达到一些成功行销了我们高雄，同时呢也可以掌握这个话语权的一个成果哈。本席真的要给我们努力的局处首长同仁哈鼓励，但是呢本席也要建议未来各局处首长的决策以及对外界的沟通，真的都要谋定而后动，有创意创新是绝对必要的，也会受到肯定，但是呢这跟三思而后行并没有冲突。所以本席也要提醒我们的市长还有在座的各位执政团队哈，未来你们的施政如政策的一个奠定执行，真的要谨言慎行，用一诺千金的标准来律己哈，一定要把诚信，大家有看到吧，诚信为先，诚信这把尺先放在心里面，才不会失信于民。所以呢在政策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们希望各位呢能够在缜密的规划研拟可行性之后呢再对外公布，因为这样会比较没有后续争议的这些情况来发生，这一点是要特别的提醒。那其他呢，市长你选前呢也提出了一些呢较长远的一些发展的政见嘛哈，相信我们市府的团队呢应该会努力的转化，把这些政见呢变成更具体的政策。那本席呢实在是不乐见说呢你的施政呢被别人讲说是天马行空哈，家你哈批评讲你是咧分家规哈，这些不尽公平的一些陈述呢绝对当然也会影响到市府的士气跟绩效。所以本席呢在这里呢一定要提醒我们市长跟团队的首长，未来你们对外的发言一定要考虑到公信力这三个字的一个问题，免得呢好几次呢我们看到报纸媒体上写的就是呢这个道歉首长道歉的一个例子，这个都显现出什么，大家冲劲有余，规划不足，谨慎也不足的一个现象哈。毕竟呢政府是一个公权力的一个行使的一个单位哦。那我想呢最后对于呢市长您未来在施政上面
如何以廉德治理呢来兴利除弊哦？我想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市长呢在未来呢说要用99%来兴利1%除弊哦。基本上呢，我支持市长想要全力兴利的这样的。哎，市长回答。谢谢陈若瑟议员，真的认真的叮咛哈，还有苦口婆心的劝阻，我们将来一定会在谨言慎行这边会更小心的去做，那磨定而后动。但是这是有的时候是两个极端，一直定，到最后变成不做不错，这也是一种选择。那因为做出来怕做错或者讲错，所以我觉得在谨言慎行的同时，我们会秉持着一种活泼、一种热情的方式，这种心理状态，我们继续往前冲。那也请各位议会议员、女士先生多多给我们指导。这是一个活泼、有创意、也敢尝试、也敢往前冲的团队，好不好？那心理这边是我不会变的，很少人愿意讲这个话。为什么？第一个，对自己角色看不清楚；第二个，不讨好。为什么都不除弊？除弊一定要除弊啊！每一个人都渴望会有包青天出现，可是我敢讲。因为我认清楚市政府的角色，就是要心力再心力，除非发现到明确事情，我们就会动手。既然除弊只有1%，所以除弊的下手一定会很重很重，不会留任何情面。可是市政府最主要要当经济发展的一个火车头，所以我才会定为心力99%，因为我们现在高雄市政府最需要的就是赶快经济发展，好不好？谢谢陈若瑟议员，我们会谨记您刚刚所咨询的，好不好？谢谢。